41岁嘅前 TVB 小花孙慧雪喺旧公司一直拍剧唔多，决定离巢外闯，转型做 KOL。最近佢一家人就去咗京都影和服全家福，同行嘅仲有工人姐姐。影和服相都预埋工人姐姐一份，俾人赞佢系绝世好老板。孙慧雪固然系好靓啦，但系估唔到工人姐姐着上和服，竟然都几娇俏。网民都纷纷留言话：姐姐好靓女啊，真系始料不及。